子阳哥，你没伤着点吧？啊，我没事。炒面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去给你煮碗面吧。我也没吃饭。那我煮两碗。对，煮两碗。爹。我就是回来时候太着急了，没给您带礼物，您不会因为这个生气了吧？你说呢？我一直是按照您的吩咐办的嘛。按照我的吩咐办，我让你要马德光的命了？他是协和会的会长，给日本人办事儿，你应该知道啊。我哪能要他的命啊？是他自己摔倒之后，然后意外死的。爹，我跟你说，像这种败类吧，这老天都看不下去才收他的。真是意外致死吗？啊，千真万确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事能瞒得住您呢？起因是裁缝铺的叶小姐，这事儿就更蹊跷了。你跟她是怎么回事？哎呦喂，爹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跟那叶裁缝真的一点关系没有。那天嘛，主要是马德光呢，他在调戏他，正好让我撞着了。我呢就路见不平，我就出手了，结果是老天把他弄死。别往男男女女的事上扯，不可能是因为这个。那是是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那就没辙了。儿大不由爹呀，我提醒你，万事要小心。我知道，爹，你消消消消，坐下坐下。老师，这成不事件，杨子良不在场，对他的调查是不是？那就让山口小姐把重点转移到童王爷身上。好，我会和山口小姐沟通。我想把驻城部、佳木斯分部搬回新京。啊，河野将军息怒。驻城部第三次遇袭，你给我一个不搬的理由。要塞工程还没有完工，河野将军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。图纸受损，主也被杀，已经严重影响了要塞工程，不搬不行。河野将军，现在关键是钢刺，一旦抓住钢刺，驻城部也就安全了。好，我等着。这个河野大春，老师，不要因为河野的坏脾气影响了您的心情。不不不，我在想钢刺的事。对了，那个丁国志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哦。老家伙恢复得不错，那就好。看来我们善待中国朋友，还是有回报的。将军的意思是，杨子良就不要再调查了，重点还是童王爷。杨子良已经开始试探我了，反而不去查他，我实在是想不通。试探你？山口小姐太敏感了吧？你不是我，你不会知道那种感觉。中国人是非常狡猾的。我了解中国人，又聪明又狡猾。不过你也不要太固执。芥川君，在佳木斯稳定这件事上，你和我毕竟不是一个单位。什么意思？请不要介意我这样说。关于杨子良的问题，我已经向上级做出了报告。山口，你是个优秀的特工，在童王爷潜伏这么久，还是调查童王爷吧，否则潜伏就没有意义了。关于童王爷这件事情，还需要芥川君多多配合。
舅舅，嘘，我舅妈睡着了。刚睡着，昨晚一宿没睡，做噩梦，又哭又喊的。那我进去看看她吧。哎，不用，别惊动她了，你去忙去吧，我一会儿把药喝了。嗯，好的，舅舅，那我去了。嗯。 虽然没有拿到布防图，但咱还拿了不少建筑图啊！这也能延缓小日本的施工，对咱还是有帮助的。有啥帮助啊？到时候坂田肯定会对要塞图保护得更加严密了，想下手都困难。你看，咱毕竟打死了那么多小鬼子，是不是？他损失可挺大的，咱把他的图搞得乱七八糟。行了吧，你就别说了。
其实老三这小子也挺可爱的，就好喝点。老三不能白死。子良，你说的好，不能白死啊。我寻思着，我们打了三次主城，都没找到图纸，会不会是咱们的方向错了？要塞图纸压根就不在主城部。老师，啊，杰川来了，有什么事？用丁国志调钢刺的事。我安排好的。哦，那就好。我担心钢刺不上当，不会来救。河野将军要求的是主城部的安全，我们要求的是抓住钢刺。钢刺不来，就创造机会让他们来。创造机会？嗯。过两天，河野大川先生将会在佳木斯出现。将军真的要来？杰川，找一个跟河野将军相似的人代替一下他。师长，嗨，那天我是在气头上，又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不委屈，我该打，你应该打，我都该死。太君，酒的确太误事了，我发誓我就会戒酒。但是太君，你知道我对皇军可是一片忠心呐。师长，哎，这个我心里有数。太君，我前一段时间的确失误太多，我想将功补过。你给我个机会，给我派个任务呗，你看我表现。有戏。关东武馆知道吗？我知道。过来。明白。师长，哎，辛苦了，去吧。哎，夏夏。一片忠心全白费了，那小日本对他再好也没用。司令员，啊，我可能听见了啊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什么小日本？你听见啥了？我啥也没说。别不认账啊，我可听得真真的。你说小日本？哎，啥小心枪？我就随口一说，当真了？你老跟我过不去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说咱对黄金是不是忠心耿耿？可是芥川他咋能把我跟钢刺整到一块儿去呢？狗都能闻出味儿了，你能说你不是？你可拉倒吧！你别再提那狗了，提那狗我都想吃了它。我那天晚上值班是喝了点酒，可能这狗吧对这酒味它敏感。行了，别解释了啊！走走走，我请你喝酒，先压压惊啊！拉倒吧，拉倒，戒了，不喝了。狗能改得了吃屎？哎。东哥，我平时对你咋样？你怎么还骂人呢？走了，不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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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往里加柴了啊！哎呀，大壮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不能加柴了。咋的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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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哎呀，你这大爷，那啥，哪有你这样祸了的？啊，杀出去，杀出去，不要在我这儿干活了。哎呀，掌柜的，我现在省心了，我不灵卖了，那个所有的肉全送给杨大户了。那你该干啥干啥去，别在我这儿混了。那我就再去找个活儿啊！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哎！ 不能家伙，不能家伙！你要把我这一锅酒给我霍霍了！不是，哎呀，掌柜的，你说什么话了？你这，就我这身力气，还能让你不转着香呀？你真是我这，队长，哎，子良啥事儿？啊？你叫我来，你问我啥事儿啊？哎呀！ 据内线消息，驻城部的贺月大川要来佳木斯，那是肯定啊。佳木斯驻城部三次遇袭了，他怎么睡得来？不来不合适。是。那你说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就密切注意他的行动就行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保安，别忘了李凤神了。啊，进去了。 走一个，哎，走着。嗯，哎，这酒咋样？哎，好，新出锅的。哎，好喝啊！哎，张掌柜，哎，你说你这酒咋出的啊？全佳木斯，你头把交椅，在佳木斯是你找不出第二个双和顺。哎哎，兄弟啊，嗯，你知道为啥我这烧锅坊叫双和顺吗？为啥？真不知道。 咱俩双栽起，双在一起，顺哎，这话我也得，哎，所以咱俩得双和顺。哎，这话说的给劲，杯这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我给你满上，我给你满上。哎，哎呦，走一个，你这话说的我太爱听了，走一个。嗯，哎，对了啊，嗯，丁国志。 你知道吧？丁国志，啊，丁国志，嗯，我想起来了，丁国志，嗯，佳木斯的名人啊，嗯，老爷子有骨气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日本人要用他找到抗联，是啥？找抗联。 这老爷子怎么跟抗联还有瓜葛呀？这谁知道呀？哎，对，这谁知道呢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说，喝酒。哎呀，就是有点可惜呀。咋了？名人呢？这么好的老爷子。 日本人盯上了，哎，喝酒，哎，喝酒，别琢磨了啊，走一个，哎，哎，给劲，好酒，双和顺，双和顺，双和顺，咱俩顺，就是。 南门我去了，报告提出来了，期限10天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我师傅又不能不救，可是救吧。这样，后天我去南门，再想想办法。我这么点本事，全是我师傅给的。 我还没机会报答他，我明白，这小鬼子。上山打猛虎呀，我下海擒蛟龙啊。
才。村长，马占山长官来信了，反攻的日子到了，小日本等着吧。这叫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等的就是这个。太好了，团长，姚火姑娘来了，让她喊报告。是。哥，哎，你干啥呀？报告啊。报啥告呀？哥。呀，这啥呀？这是没见过我穿军装吗？我的军装啊，怎么样？妈呀，这哪儿整的呀？这，你这自己做的吧？唬人的吧？我这自己做的，这我自己做的。我们山上有好裁缝啊，你想不想要一身啊？给你做一身，行吗？我不要，要它干啥呀？穿着多精神啊！我不要，不好看。以后记住啊，穿上军装就是军人。进到长官的门就要喊报告，听见没有？现在我命令你坐下。坐啥呀？你要干啥？挺好看，挺好看。找我啥事儿？有点事儿。不是在这儿待的憋得慌，我不好玩，下山溜达溜达吧。我想都不要想。不行。为啥呀？我答应了石头兄弟好好照顾你。用你照顾，照顾我干啥呀？真有意思。我当然。你这是笑啥呀？姚果，你是不是想下山找石头去啊？哦，下山找他咋了？咋了？不可以，不行。团长，大英，怎么了？团长，我徒弟报信来了，佳木斯贴了告示。坂田要把我师父绑到十字街示众。丁大师是一代宗师，要想办法营救。德林，这明显是鬼子下的套，拿丁师父吊你们呢。我想下趟山，打听一下虚实。你先稳一稳，下山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，一旦有什么事情，马上回山报告。好。那我也去。别添乱。好好待着。那不去拉倒，去。哎。是你呀！啊，吓我一跳！你这倒是敢慢点啊！这颠我快散架了都。哎，不是不让你来吗？你想上哪呀？你上哪我上哪呀？这不搭个顺风车？我说你啥好呢？哎，你说送你回去吧，路这么远，我带着你，我多不方便呢！你这不给我添乱呢吗？你我就搭你个顺风车到佳木斯找我石头哥去。到时候你爱去哪去哪，我还不稀得跟着你呢。哎，走，快走快走，太阳下山了呗。坐好了。哎，驾。走了。驾。驾。想你师父了吧？师父是个诱饵，坂田就等咱们取酒呢。我知道。坂田的这步棋
是明启。要是去救的话，一定会吃亏。可要是不救，是良心上过不去。我师父隐忍了这么多年，就是想亲眼看见小鬼子完蛋那一天。我把物管拿回来。我先回去了。怎么了？我师兄下山了。要不你跟着我一块儿过去看看吧。姚果跟着一块儿来了。我师兄下山，应该是跟我师父的事有关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家老板呢？我给他带了点山货。少爷在对门呢，我给你找去。哎。哟，少爷回来了！少爷，有人来了。王掌柜来了。哎，石头哥，你是这儿的老板啊？怎么着？我看着不像吗？像。妹妹，在这儿要少说话。强叔，哎，我在他们后边先安排住下，给他们整点吃的。哎，好嘞。走吧，咱们后边吧。后边请。少爷的小名儿，这姑娘咋知道的？坐吧，哎，师兄，你咋来了？啊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啊，姚果，你看你来了，我就想就怕把你照顾不周到，关键我太忙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忘了给你介绍了，你看，叶枫，这是你叶枫姐，赶紧叫。叶枫姐，你好。你呀，以后啊，你就住她那儿了，离我们这很近，就在马路对面。对。啊，你们这儿这么大呢，我住这儿吧，我不去。哦，我关键不是怕照顾不好你吗？行了，别闹了啊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叶枫啊，一会儿我吃完饭你就把他领回去。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，我做的抻面很好吃的。走吧，姚果。你看你有口福了，他做的抻面相当好吃，我做的好几次他都不做。你看看你，赶紧去，赶紧去啊，赶紧走吧，快去。为师傅的事来的吧？啊，半天现在在给我们挖个坑，等中午往里跳呢。那也不能不救，我是想救啊。可是你说，哎，我下山时谢团长答应帮忙了，但是我觉得现在不能轻举妄动。这样吧，我后天先去侦查一下，等我回来再上来。嗯，石头，童王爷对我们有恩，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，我想去看看他。现在有困难了，日本人现在怀疑王爷和武馆有关系，让这些特务24小时盯着他，还是过段时间再说。没问题，我进同王府轻车熟路，你就放心吧。行吧，自己多要小心。哎。
谁？王爷，得令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进。就坐。大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粮食收到了，谢团长，叫我来看看你。哦，谢谢。哎，这阵子出了不少事儿，家里被劫，夫人疯疯癫癫的，生意上做的也不是太好。岳小姐回来了。黄管家，巡夜呢？啊，是。这些事儿呢，表面上很复杂，其实很简单。小鬼子怀疑我跟抗联有瓜葛，把我牵连上了。武馆的事儿，小鬼子也怀疑您。我知道，他们是想通过我查抗联，一直在监视我。王爷看得透，是怎么回事？这小鬼子真够阴的。王爷，这个仇要报啊！报是肯定要报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德林，哎，我知道，这次你下山是为你师父的事儿吧？德林，不能冲动啊！王爷，我心里有数。林老头，咋样？舒服吗？你呀、啊，这帮徒弟是怀旧，忘恩负义啊！你掉这么长时间了，咋没人来救你呢？啊？恐怕他们是等着给你收尸呢吧？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们，都看着了吗？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，都老老实实的做个良民，这多难受啊！一天的给自己找什么麻烦？给自己找什么麻烦？回去。师兄，我自己也去看过了。四周全是狙击手，侯再告诉我，就连后街都有日本伏兵。
何老师，第八天了，哦，这么快，那好戏就要开场了。我准备明天让河野大川来佳木斯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会亲自去接。 心情是一样的，也很着急，也很难受。我懂，我懂。对了，叶枫，你上次提到说河野大川要来，怎么这两天没动静了？谁说没动静了？ 说吧，张掌柜，明天就是我师父被绑第九天，我想救他。怎么样？这个事儿咱们说了好多次了，半天给咱挖个坑，咋还往里跳啊？有机会干嘛不救呢？师弟，啥机会？你快说！谢团长派的人在城外都等了两天了。内线传来消息。 新京驻城部的河野大川明天就会到佳木斯，不是他来就来了呗，他跟救你师傅有啥关系啊？哎，你别叨叨了，让子良把话说完。明天下午4点，河野大川会准时到佳木斯，半天一定会亲自迎接。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。好啊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师傅有救了。哎，把你的那个主意啊给大伙说说呗。哎呀，你能看纸上图？嗯，我是想袭击河野大川，把十字街的日军给调出来。您看。 从机场进城的话，得走西门；从西门到旅团部，得走这条路，一定不会走小广场，肯定会绕到草石街。没有其他的路，这是打算牵着坂田的鼻子走啊！好啊，就这么定了，打痛痛快快的打，是得打一场。子良的意思是围魏救赵，我不同意。 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的对手是坂田。散会吧，赵掌柜，能救为啥不救？谁救你死？还坐着干什么？散会！周书记，那我求求你了，好吗？求你救救我师父！你求我什么？ 师弟，师弟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啊！走啊！师弟，赵掌柜不会出手。看啥？该拉车拉车，该卖肉卖肉，走！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我非。 哎呀！
我告诉你们，看着了吗？这个丁老头公开跟日本人作对，跟皇军对抗，顽固不化，结果是什么呢？明天最后一天，太阳落山，丁国志就地正法。